我想，因为我人拢较麻痹啊，顺其自然啦，吼，顺其自然。到底暗在嫌啊好啦，吼、哦，暗在嫌啊好。结果咧，安尼带这个机缘，啊，请来人安做教练，会使讲表演，或者个咱这个少年的咧，表演嘛真正袂歹啦。哦，咱唔敢讲第一名，嘛真正会袂歹，啊会交代志啦，会交代志。啊，所以今仔日咧，因为我嘛，这嘛唔知要安那对较抱歉啦吼，啊，就简单啦，啊，就莫讲嫌慢，哦，啊，就这就简单，啊，就一个留念啦吼，哦，啊，感谢各位啦吼。来，我们掌声鼓励，谢谢王教练，感谢你的辛苦，欢呼声响起掌声。伊是甲阮讲，伊是甲阮讲，师傅咧唔免，但是我感觉讲哦，社会唔是安尼啦吼。人出偌济力，啊，人就爱得偌济酬劳嘛吼，迄人相对的嘛吼。但是今仔日就伫遮，啊，就还拜托今日普工，哦，啊，民主，啊，嘛你的民主啦吼，哦，啊，这个红包，咱的师傅咧，咱就爱交还啦，吼。好嘞，伫遮来跟咱再一个帮助，感谢恁的王教练，辛苦你哦。老师，我们颁奖乐。来，咱再次脱箱来跟他鼓励，哎，够人够客气的啦！哎，再次来脱箱，感谢你的王教练，谢谢。哎，哇，你看，够人今天做客气的，感谢你，感谢你啊，恁啦哈！来，谢谢啊，感谢够人哦，谢谢你辛苦了。台湾栽培到这么侪人才啊，恁哈！来，谢谢教练，感谢你。教练，唔需要给你看一个无啦。来，谢谢哈，感谢咱教练，谢谢你哇，今天做客气，做客气，感谢。好，谢谢哈，感谢咱的王教练，安尼得滴啊，然后咱再送给咱的进行，真正是赞哦。那来介绍啦，那个今年颁奖的姚家亮的谢锦在，那个谢老师，阿兰姐、丁仔、阿兰姐老师，记得尖叫声在哪里？来邀请我们的谢锦在谢老师，感谢那时候我教练了哈，那老师拢好了哈。OK。谢谢。哎，咱谢老师、谢锦在老师嘞，是，伊是阮后爷出身嘞，啊，过去伊的师傅，嘛阮后爷出身嘞啦吼，嘛阮后爷出身嘞，啊，伊当时咧做老师的时阵。阮后爷上甘冒去啊拜托，我会当当来把遮个少年到家手边。啊，当时伊都还佫还袂退休，啊，即卖退休，阮去甲拜托，伊就义不容辞啦吼，义不容辞，啊，就当来后下就甲伊教一寡暗管啦吼。啊，所以我那非常感谢伊啦吼，非常感谢伊。啊，咱大家就一个小小意思啦吼。啊，阮家己个即免包红包啦。这阮共种个，伊都有迄心，啊，伊个军政了，我要留伫阮后爷，哦，啊，这免包包啦吼，啊，感谢你啦吼，谢谢。这是咱栽培家己个啦吼，嘛感谢恁个谢锦在谢老师，我们掌声鼓励颁奖，谢谢，教练啦吼，老师拢好，非常感谢，谢谢，感谢恁个，甲咱告诉遮尔济人才安尼啦吼，谢谢你。来，谢谢谢老师，谢老师，你跟我讲讲话无？然后讲几话，跟阮鼓励一下哈。各位亲爱的故乡，即个众信徒啊，我食金菜，啊离开后爷，我十八岁离开后爷，啊即当今嘛是啊个思思念念大家啦吼。喂，有这个机会，咱丁主委甲咱这个领队吼，啊，有一天，啊，因五六个去阮家大拜访，讲这回吼，啊，无论如何，来半工回来教暗管，哦，咱的舞阵哦，伫这回会当来较有好看，表演较好看，较成就。迄段时间我都咧艰苦，我嘛甲答应了。
我回来在那裡一定在掃你掃、沒法度也是要教，我說算算了兩三個月的時間要教這麼多人很困難、好感謝我們本身來的電動玩具到車、在短短時間都把我學起來、如果是這個機會這個經濟放下去我們後夜老闆學我要再回來跟你們教可以用拜拉买牌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军政把多几买多含火军都继续教了甚至太极军、我教的对象、没分老幼啦、也没分男人男人啦你有兴趣来、我就跟你教、可以让你们大家、在整个砖头里面对于这个武馆的认识、我是参与在土地啦参与所有的功夫我跟他我跟学起来所以这个机缘我们来感谢在座这里让我有这个机会回来感谢丁主委我们这大家我今天讲到这真欢喜跟大家见面希望我的土地还在里面希望我将来有一天回来住回来大家有欢迎吗谢谢我今天大家感谢了谢谢好来杨家陈金兵陈秋叶来给咱等老师婆下过来见谢谢掌声鼓励谢谢刚才来台告的那陈老师这是咱婆婆哥，咱观音会咱一点仔心意啦吼。我来感谢咱老师也好，感谢咱教练也好，感谢恁的辛苦安尼啦吼，恁的付出安尼吼，真正让大家看得起学累啦。感谢谢谢你啦吼，来来来，我陈老师我们慢慢走就好了哈。谢谢，非常感谢。都不敢收啦，伊讲要奉献咱后爷婆哥啦，有酒抓啦，私底下甲我讲啦，讲有酒抓。绝对袂使收钱，我安尼好啦，安尼我搁赚一条啊！我保护姜哦，我背景大事甲电脑搁赚一条啊啦！大家我咧甲鼓咧，甲鼓掌者，感谢你，唔多人感谢你，感谢，谢谢啦！我台安尼就好啦吼，我擂台，大家，